第十七题，燃烧纸张时，将纸张逐一的放入火炉中，会比整叠放入火炉中燃烧得更旺盛。下列何者为造成此现象的主要原因？我们把纸张一张一张的拆开丢进火炉中，就好像我们把东西切碎一样，而东西切碎呢，是增加了我们接触的面积，因此使反应速率变快。所以第十七题问我们说，下列何者为造成此现象的主要原因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反应物的接触面积不同。